咦，唔通你就系前世界冠军 Marco？ 系啊，我系 Marco， 你系？我都系 Marco 啊，我系你 fans 嚟嘅，我之前都有睇你比赛同 follow 开你个 page 噶，估唔到喺度都见到你喎。系啊，呢条单车径系由屯门去马鞍山嘅单车径网络入边其中一段，连接住元朗同埋上水，喺2020年9月开通嘅，梗系要嚟试下啦。系咧，我头先见你踩得几好喎，你跟开边度练噶？好啊，我跟开台噶。台？其实大家平时踩单车都要注意风势噶。我哋踩单车嘅时候，如果风喺车尾吹上嚟嘅话，咁就即系顺风啦。咁我哋就可以悭翻唔少嘅气力。不过落斜嗰阵就要小心控制速度，我哋要慢驶，道路安全先系最紧要噶。另外，如果遇到逆风，可以稍稍屈低个身，减少身体面向风嘅面积，风阻细啲，就自然可以悭力啲啦。其实我哋参加比赛咧，无时无刻都会留意住风呢一个元素，包括喺比赛之前咧，睇下各区嘅风向同埋风速嘅资料。如果踩到某一个地段风特别大，而又系逆风嘅话咧，咁我哋就会保留实力，等到喺顺风嘅时候先至加速，咁就更加大嘅机会赢得比赛噶啦。唔知道你哋睇比赛嗰阵有冇留意到，车手同队友有时会连成一条直线，轮住带头。其实喺前面嘅车手就系帮紧后面嘅队友去挡风，等佢哋悭力啲。呢种情况又叫做食气流。喺秋冬时节踩长途单车嘅话，就更加要注意保暖啦。就算喺户外冇乜风，踩得比较快嘅时候，亦都好似喺大风入面咁样，亦都会觉得几冻嘅。如果系大风嘅话，穿得太单薄，身体嘅热量更加会好容易被带走，感觉嘅温度咧会比实际嘅气温低嘅。所以如果喺一啲比较凉但有大风嘅日子咧，踩单车就要注意保暖啦。除咗头先所讲嘅风向同埋风速之外，最紧要咧就系留意天文台嘅天气预测，包括咧就系温度嘅变化啦，仲有天文台嘅实时天气状况。边度会落雨啦，同埋就系你身处嘅地方附近会唔会有雷暴发生？咦 ，Marco， 你都好留意我哋天文台 App 俾嘅天气资讯喎。梗系啦，因为技术嘅高低唔重要，最紧要咧都系安全。咁今日咁好天，我哋唔好嘥啦，不如一齐踩翻转啦。梗系好啦，行啦。好。